并不是爱情，我们才是。男人的攀比心有多强？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测试男友会不会发脾气，故意在他挑战时打断。哎，你，我要喝奶茶。你别笑。再趁他出去偷偷送几个人头。来喝奶茶。我刚刚不小心给你送了好几个人头。没事，你先自己玩一会儿，等等我好不好？好，这样都不生气，林宝贝真好。Defeat。下午茶到了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当男朋友是我老板，完了完了，开会要迟到了。林宝贝是不是生气了？赶紧回到座位上。林宝贝真贴心。类似的错误我不希望再看到。哎呀，找不到吐格的地方。风吹过我的头发，淋着雨我就站在你。哎呀，好甜啊。当女友想玩新英雄。想玩？小飞拿，我在呢。学医，红凯。出完小打野刀之后出的吗？再不小不行。完了，对面来人了。别忙，小兵，来一点。这不就杀人了吗？小屁孩真厉害。我还以为我会死掉。不会的，我在呢，你放心。死定了！快跑，快跑！没事，我在。真是辅助的差距，不是辅助差距，是男友差距。夏天牵手新方式。嗯？怎么？现在嫌弃我了？手都不愿意牵了？太热了，手都怕。会先松开吗？不行，松开手，小朋友走丢了怎么办？这么巧就好了。宝贝，你手机密码多少？你要密码干嘛？你们女生就这么喜欢查手机吗？我趁你睡觉了，给你露了人脸，好吗？你宝贝，加罗的 KPL 限定皮肤好好看，可是活动刚过，没有优惠了。你们女生怎么总爱贪这些小便宜啊？为什么只有活动才能买呢？现在就给我买，立刻买，原价买。林宝贝，我同学说想让你带他打把游戏，我把你微信推给他了。什么人都要我带呀、啊？我很忙的。再说我不加女生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林宝贝，陈默他们叫你打游戏。我这好不容易休息，我陪你都没时间，让他们一边待着去。可是他们四个等你一个哎。让他们四个一起一边待着去。没事，你说你坐哪儿了？我坐哪儿了？你怎么跟我说话？我没错，还不能让你骂两句了吗？请亲亲我，用韩语怎么说？자기야나보보하고싶어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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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花钱买了妲己的新皮肤，想来想去有点亏，决定去找男朋友报销。林宝贝，我们 solo 吧。你确定？输了别哭鼻子啊。到时候还不知道是谁哭呢。林信，看我的新皮肤好看吗？敢挑呢，认真点。还真准，我别挑呢。先摆几个动作暗示一下试试。希望您今天有愉快的心情。你干嘛？你不咖啡还没准备好呢。行，我让你准备一下。愉快的心情，咖啡给你一个蛋糕。想吃蛋糕，给你点了，在路上。真贴心，可是我皮肤钱还没到。你不咖啡给你一个卡布奇诺，你不咖啡给你一个甜蜜暴击，这下总该明白了吧？哦，想穿直说，还给我整出戏。嗯，88给你报销皮肤，剩下的买完穿给我看。当霸总打游戏遇到话痨，甜甜过来呗。哟，你这水平还练新英雄，才能扣奖？你还不是死了，叫你管。你宝贝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你们两个都闭嘴，出去安静，可以好好跟小明说句话了。小明，一会儿我们。看见，看我一剑，小智，看见，看枪，
看见。你不是人，我只是说你们俩去别的路。连连，今天晚上我们臭狗腿，你本小姐远一点，都是你害的。我就不烦死你，烦死你。小平，哎呀，你走开，还把空调开这么低，想冻死我？把毯子给我。我就不给你，别连连，我再不给我毯子，我就把你拆掉。哎，林子才不会像你这么无理取闹呢，你开不掉我。现在能闭嘴了吗？